你不要向里挤压，就是从这边拿，手肘提，用手肘提，手松的，放下。这个手肘不要动哦，手肘不要动。先练这个髋，你有一点点往，有一点往里收，有没有？不要，松的很自然，手不动就用肘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起来你都会向里收，就这样起来啊，松的这样起来，你看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有哈。比较好，先练这样宽度，先练这样宽度。好，练轻，不要这样拿，不要用手肘拿，手肘往外一撑。手松掉，小臂松掉。小臂松掉，不对，小臂松掉，它是往下垂的。提住，好好去试。这个上班还在，这第一天上班很开心。